兰小姐，我们走吧。这位是？她是我的姐姐，也是我的助演。你的意思一起去不方便吧？她要是不去，我就没法演。那我只好取消这次演出了。不要不要不要，还好，一起去好了，一起去。 请上车。您行吗？ 请把那个 mother 给去掉，我行。其实您的伤很重，如果不把他俩救出来，我心里的伤会更重。我看得出来，跟着您干没错。怎么？您的心里装的都是战友同仁，这跟那些口蜜腹剑、只顾自己性命的官僚政客有天壤之别。去把灯关上吧。 是我，你来干什么？我熬了点燕窝灵耳羹让你喝。我不喝，我已经躺下了。躺下了？今天怎么这么早啊？我有点不舒服，我想早点休息。不舒服？哪儿不舒服啊？你快点开门让我看看。这头疼脑热的有什么可看的吗？你不让我看，我不放心。一博，你还是把门开开吧。 你烦不烦啊你？我就想好好躺下来休息一会儿，你怎么没完没了的？你走，走。哎，你这态度可不太友好啊！不友好？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来了燕窝银耳羹，你倒好，给人家来了个热脸贴上凉屁股。 你这是怎么回事儿？哎，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，人人都有难念的经。小喇嘛，小喇嘛，插种花我才插，唱呀唱哟。小喇嘛他看着我想说什么？ 我说他敬我怕羞呀羞哟，红着了脸撞呀把汗巾摸，我把他小喇嘛抽呀抽哟，把我的头开了花手巾枕我，小喇嘛听了花气呀气哟，手提了篮丢了花走得快哟，我把他小喇嘛抽呀抽哟。 把你头开了花手巾枕我，小喇嘛听了花气呀气哟，手提了篮丢了花走得快哟。
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走。 眼下还不能走，怎么？到龟田办公室看看，找找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文件。 进不去，小门。啊，走。哎，兄弟，帮个忙行吗？什么事儿？那是我哥们儿，进去有点小事儿，帮忙通融一下。 进去吧，不要乱走啊！不要到处乱走啊！
我们的车都是空的呢，走，再到后面看看。 被杀事件，天皇陛下和军部高层都十分震惊，在我们内部也引起了恐慌。你作为特高科的科长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在下失职。过去一连串高官被刺的旧账还没有算，又添了新账。铃木。 你真的希望我把你送到军事法庭接受审判？哎，司令官阁下，请您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，你每一次都是最后一次。这次我会用出我最后的杀手锏。独狼，如果我这次再失职，我一定剖腹向天皇陛下谢罪。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。 这次你们俩不但杀了龟田这个作恶多端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，而且还歪打正着的搞到了这么重要的情报，真的是太及时、太关键。
太重要了！哎哎，请注意措辞。怎么了？什么叫歪打正着啊？是，我用词不当。用词不当，那就该罚。蓝莹，你说对不对？那是当然，而且啊，必须重罚。啊？你们想怎么罚？罚你。你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哎呦，他奶奶的，打哪儿不好，打老子屁股，让我怎么做呀？先生，您找我啊，兄弟。 松下司令长官的耳光了？没有。没有？你脸上的巴掌印是哪来的？这……这什么这？我他妈没用！行了，松下司令长官已经没少骂您，您就别自己骂自己，您还是冷静一下吧。你马上去通知方啸天。 今天下午的行星计划取消，还有，去把陈东哥和胡志高给我叫来。是，我知道了。谁来的电话？铃木的副官纯子，他传达了铃木的命令。今天下午行星计划取消了，不有空了，可以陪你们去吃德月楼了。怨我。 家里的兄弟姐妹们，感谢你，真的。这杯酒，请你喝下去吧。谢谢。干。干杯。先生，我回来了。兄弟，我让你打听的事情。当上一位朋友，他说他知道你所需要的情况。他怎么说啊？他说他想当面跟你做这笔交易。当面跟我做交易？ 怎么做？今天晚上7点，百乐门歌舞厅。晚上7点，百乐门歌舞厅。
你们不用害怕。我要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，你们最最讨厌的铃木太郎即将下野。什么？我恭喜你们，在新科长的领导下，红土大战步步高升。铃木科长，我冒昧的问你一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事情不是明摆着吗？无能，大大的无能。这怎么是您无能呢？是中共地下党太狡猾。这种解释你不觉得很滑稽吗？与其说他们太狡猾，还不如说我们自己太无能呢。铃木科长，您这一撒手，我们怎么办？俗话说得好，一朝君子一朝臣。您走了，把我们换东家，我们可是您的人，要不我们俩就得扫地出门了。是啊是啊，您荣我们俱荣，您损我们俱损呐。对，你们俩真是这么想的？哎，苍天在上，登科对铃木科长的赤胆忠心日月可见。可见不可见，那是要拿出成绩的，光用嘴填糊人。你小子，好了，不要吵了。你们俩都是我的爱将，你们要精诚团结。那下面我就说说我的打算。你们看，这纸条上写着大岛吉永和野田智雄这两个杀人恶魔的名字，下边是三个字：飞云阁。所以我们初步判断，大岛吉永和野田智雄就藏在那儿。飞云阁是怎么回事？飞云阁是座道观，它就坐落在龙虎山脚下的泸溪河畔。日军占领后，他们看到飞云阁地质结构独特，明洞暗洞彼此相连，易守难攻，大有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之势。所以他们就把这儿建成了秘密武器库。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大岛和野田是不是藏在那里。如果是，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消灭他？方大哥，这个任务交给我吧。交给你？我是铁了心要参加你们的，您就相信我吧。蓝影妹妹，你已经用你的实际行动参加了我们，并立了大功呀。不，这不一样，这个机会我绝不放过。他走了，你为什么还在这儿？我有要事要跟您私下谈。要事？侠客，咱们现在人手太少了，必须再多找些人来帮助咱们。可咱们去哪儿找啊？这个，我来想办法。哎，你干什么去？
这屋子里他憋得慌，我出去透透气。用我陪你吗？不用了，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吧。有什么事我再联络你。 您就这么相信这个胡志高？警察局长的宝座是一个不错的诱饵，我相信他会铤而走险。那方孝天怎么办？您总不能一女二嫁吧？你真的觉得这个胡志高能成事儿吗？ 我敢选，但愿您别自己抽自己嘴巴。自己抽自己嘴巴，我抽的还少吗？早一步看一步吧。 你老实说，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？昨天晚上我不舒服，早早休息了。撒谎！你老实说，昨天晚上你到底干什么去了？我真的不舒服，在房间里睡了吗？你还敢嘴硬？敢家，摘，给我把它关到地库里去。 什么时候给我说实话，什么时候再放出来。老爷，这事用不着你管。管家，这事照我说的做。是。大少爷，您先坐，我马上给你倒水。我不喝，滚！滚！ 有点意思。
姐姐。鬼子终于走了，姐。哭什么哭？嚎丧呢？我也不知道，陈队长，干嘛把我抓到这儿来啊？你跟老子装糊涂？老子让你清醒清醒，把他给我绑老虎凳上去。我怎么了？你这么对待我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政府的人呢。你那个政府认识我，可我不认识他呀。一会儿啊，就在你这个后脚跟上垫上一块砖，再垫第二块砖，等垫到第三块砖的时候，就听咔嚓一声，你这腿啊就成两半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就给老子老老实实的回话。我会，姐姐。
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咱们的蓝影妹妹。你俩长得可真像。我俩是双胞胎。我说嘛，你俩走在大街上，我准认错人。莫愁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姐，我现在真的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了。主权，战，为了最后的。